这是一个静脉瓣的模型，然后里头就是静脉瓣。那我现在顺着静脉瓣的方向，你就会看到这些珠珠象征的代表的就是血液，所以它可以通过静脉瓣。那如果反过来的话，反过来的情况，这些珠珠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呢它就会挡住静脉瓣，就是反而进不去了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静脉瓣，它可以让血液只能单向通过的一个基本原理哈。好，那它的结构其实我这中间是用压颗粒环哈，然后里面用的就是一般的，这是一般资料夹哈，里头也是资料夹，就把它剪成类似三角形的样子。好，那这就是简易的静脉瓣模型。